间了，有一段时间了。对，但来的时候每一次都觉得是一个非常让人能松下来的地方。嗯，所以三亚呀、海南呀，有没有给一菲留下一些深刻的印象？啊、就是阳光啊、海滩呐、啊，然后还有海鲜，还有夜市。哦，都是很有生活气息的地方。是。那也想问一下，因为，哎，很热情，大家。是。因为有一段时间没有跟一菲见面了哈，之前有段时间，今天想问一下一菲、嗯，这段时间在忙一些什么？可以跟大家。这段时间就是有一些活动啊，就是各个地方的，然后也在休息。嗯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也想问一下，因为最近都看到一菲发了很多美图，然后也有很多人说一菲的粉丝吃太好了，有这么多的美图可以看。所以想问一下一菲，今天啊在三亚有没有产出一些美图可以跟大家分享？哎，不是刚发了吗？哦，已经发了是吗？因为我在台上还买了鸡排。你们都看到美图了吗？美吗？还想要看更多吗？好了，我们就争取给大家。我们先请一菲来留下这个美丽的瞬间，我们带上正前方的摄影师。好的，欢迎一菲来到我们的现场。二一，谢谢谢谢，是不是有点？